今天给大家教学的内容是在舞蹈动作中我们怎么样去留头跟甩头。好，我们先准备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向我们的后方去旋转，然后我们的手位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给我们的肩膀跟我们的胯有一个反身的动作，欲右先左，欲左先右。看，我们先要往右边去转，所以我们的左边要去往后去找，我们要去回，然后快速去找我们的肩膀跟我们的胯去找一个对抗，胳膊先去找这个力量，身体先去找往后的力量，然后快速看我的身体先转，头留到最后，快速最后一秒钟的时候带再去转头。看啊，好，看我的身体先去转身，好，结束。好，今天的动作你们学会了吗？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每天学习拉丁舞一点小知识哦。